恁两个兄弟啊，我再问一遍哦，恁两个拢无拍算要接车行哦。咱华丽车行哦，只要恁三姑答应，后礼拜就过户给恁三姑。车行是李生的心病，你别烦恼伊，我到伊规划帮伊。哇，你卖讲遐尔歹听啊！你家己也决定要做啥物代志，我要认真做个干。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做的事情，我还是想当老师。等我。每周日晚间10点，华丽计程车行就在华视频道。